夜晚咧，我哋都會可能加油啲啊，型啲啊，因為其實都跟翻之前講咯，其實嚟緊嘅 trend 其實都係興翻啲80年代嘅嘢，因為其實好多時我哋 hair 嘅 trend 咧都會跟翻 fashion。咁啊，頭頂啊，或者側邊啊，都比較鬆啲。咁我哋可以攞啲細 section 出嚟啦，咁樣啦，輕攞一啲細 section 咁樣倒梳。咁當然你都會用少少造型嘅嘢，可能啊。咁樣攞起啲頭髮啦，即係攞起耳仔後面呢一啲啦。咁跟住向上做一個 folium 出嚟，咁跟住 twist 一下，推翻個 folium 出嚟，跟住佢落嘅喺呢度，呢度咁樣落幾隻腳，固定咗佢。其實記住呢啲位咧要鬆鬆地咯，即係有一個護位出嚟。咁但係咧又唔使啲髮絲係好乾淨，因為其實散散地有型，鬆鬆地咁樣，做翻呢個80年代個感覺咯。咁樣就 OK 啦。